这大学生是不是学傻了？假钱都分辨不出来，你看这都假到什么样子了？请问是您这儿招兼职是吧？哦，对，自己掏钱上货，卖不掉的电话卡保退。我这有300块钱，就那么点钱，能买几张卡？还不够折腾的。那我把身份证压着，您多给我几张电话卡那行吗？看你是个学生，也不像坏人。这是这300块钱的电话卡，我再给你10张啊。你一共拿我800块钱的电话卡，好吧？好。谢。还有啊，手机号，您帮我代卖着。这靓号的价格都在上面写着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卖错了，我可扣你钱。啊。好，谢老板。不客气。这个，谢谢。充值卡现在打95折，有50的和100，你选一下号码，我给您找。你这大学生是不是学傻了？假钱都分辨不出来，你看这都假到什么样子了。行了，这钱你自己留着吧，有能耐你也花出去，没能耐你就撕了它了。可是我刚才看了没？可是你什么呀，我一张卡也赚不了多少钱，你这回折进去100块钱，你要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算了啊。拿着，拿着，吃点热乎的去吧。谢谢你。没事。放，对，放，快，儿子，放。周帅，来这边，来我，卡住他，来我。你来我周帅干嘛呢？奶着呢。周帅，你能不能赶点趟？走，上，来了，来我这边。都帅，